座山庄有百余年了。这是白氏老庄，老祖是猎户，在这里住了三代。父亲后来开始经商，这座老庄闲置无用，只有父亲入山为猎时住住，家人便叫他猎庄。啊，白氏祖上是猎户。猎户不好吗？可天下谁人不知白氏四代贵主？你要是功业大了，也自然会有人给你编排一套显贵的家事。两位老人还健在吗？17年前就过世了。你从小就没了父母？天意得命，谁能奈何？两位公子，别聊了，该吃饭了。先吃饭。哎，去哪儿？在这边。啊，好香。你不知道，梅姑可是厨下高手啊。姐姐是夸我，其实我还是姐姐学生呢。老师夸学生，其实是夸自己。我能。我想要你夸，你偏不夸，我着急。这是专门为公子做的，只三样。如此美食，菜少了点。公子实在，保你有的吃便是。民以食为食，不食在行。好，梅姑，照这三样，再来一套。不够，两套。再来两套。好，我上锅去。为何哭成这样？还不是像你的馋相给逗的。君看肚皮虫子的命，没办法。好，那以后啊，可是有我忙活的了。